没什么区别。 孙悟空，又是你， 被砍头的教训 还没令你知错吗？ 我封你为斗战胜佛， 本是期望你以大妖的身份加入天界， 为众生谋福祉， 可惜你多番与天界作对， 不知悔改。 身为天界之首， 我不会再容你 胡作非为了，妖猴孙悟空，我将囚禁你，直到永远。老家伙装模作样的，简直令人作呕。有本事，让我打！不自量力的妖畜。
就是暗魂的首领。暗魂？怎么会？不可能的吧？够了，孙悟空，太放肆了！刷新玲珑八绝技。你想干什么？真正的法术宝物要与主人心意相通，才能发挥最大威力。南天王宝物众多，反而无法一一精通呢。你让帝释天担心了。孙悟空，你始终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妖猴孙悟空已降服，其余军队和战船等候指示撤离。沙欣，你真不愧是天界最称职的护法，有你在，任何事都不用我烦恼，确实无人能够替代你。不过至于撤离之事，就不必费心了，天界的战船已全部被我征用，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这些战船有点不对劲。上面的家伙是沙欣，你身为天界护法，一直尽职尽责，为我解决了不少棘手事，但这些已经过去了，我要重组天界。重组天界？新的天王、神将、金刚都将以暗影之名诞生。竟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天界，劈杀门天，暗魂危害天界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管？广目天王，你错了，我们并非同路。啊！竟然连你也堕落。暗魂，过去一直是天界深恶痛绝之事，但是。时代变了，天神也可以有全新的面貌。我将以暗影天地之名，创造新的天界盛世。孙悟空是对的，真的变化了，真的是暗魂，现在有办法。诸位天神。无需迷茫疑惑，我将会带领各位看到更伟大的天际。帝释天一直都是我们追随的领袖。沙欣，你依然可以继续为我效力。沙欣大神，请一起为暗影天界效力吧，我真的好喜欢沙欣大神，只要你成为暗影，我就能一直留在你身边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求你不要反抗，和我一起堕落吧。我的朋友如来，曾经有段时间，我怀疑过他。那个天界的叛徒。他最喜欢说，天神的职责
就是守护世间正道，正道就是不会随时代变迁的一种价值。纵使乌云有时遮天蔽日，但黑的东西不会变成白的，这是每个天神心中不变的价值和信念。暗魂，哼，就是没有格调。师父也没错，是，说得好，沙欣，你小子说出了我的心声。可惜呀、啊，与我对抗的叛徒，下场就是被清理。终于可以开始吃了吧？天启将士们，弟子守护世间正道，守护世间正道。成为暗影的先进之子。措手不及啊！暗影人多势众，现在整体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。来吧，暗影们！哈哈哈！大势已去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。沙欣，这次我会干脆的杀死你！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说话？沙欣，你可别小看我选出来的暗影护法，他有你想象不到的能力。沙欣，我今天就要将你碎尸万段，然后全败，成为新的天界护法。想得美！这是金箍棒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。